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十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，可是姚明大哥就已经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。他和好朋友纳什携手举办了在当时非常轰动的篮球慈善赛。更值得敬佩的是，姚明大哥从此把公益作为更重要的工作部分，成立了姚基金。今年的慈善赛7月30日将在香港开赛，预祝2017姚基金慈善赛圆满成功。我们一起来做榜样的力量。